以我点练一下雍正。真的，我咋个那个呢？等一下嘛，等一下嘛，等一下嘛，我找小大师。等一下嘛，现在在几点钟嘛？先等一下嘛。哎，我等一下嘛。我现在等大师给我打电话。现在几点钟嘛？现在是8:50。好，没到，没，还早，今天有点早，等一下。好，先给你说一下。好，先告诉你，我先说。应该比较忙，进来没看见人，我都忘记了，真的。我在加班，然后我就想着要穿脏脏，我回来了，然后又想起来你跟我说了要穿脏。没事，其实就说一下呗。他搞忘了，他加班，今天加班。对，对对对，他之前他搞忘了。临时加班嘛，雍正都没来嘞，雍正，张小璐都来了是吧？我等一下问一下他嘞。对。感冒了，人又感冒了，人又感冒了。